您好，您今天来到我们韩国 K-food 饮食博览会这边的话，是通过怎么样的途径知道我们今天这次的活动的？啊，我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知道的。是通过朋友的介绍知道，对吗？那在这次今天这个活动中呢，你对我们的活动呢，哪一些方面比较满意，或者说对哪一些礼物或者比较喜欢？就是有一个那个跆拳道的表演，非常帅气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您在我们这次韩国 K-food 饮食博览会这次活动中呢，这个饮食这方面感觉喜欢吗？还可以，尝了很多以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。对，那在您吃过的这些韩国饮食中，您觉得什么样饮食是您最喜欢的呢？柚子茶，还有那个米酒，还有炸鸡。米酒，好，那希望您以后能继续关注我们韩国 K-food 的饮食博览会。好，那您现在我们这个采访的这段影像呢，之后可能会出现在我们韩国 K-food 的官网上面，这个您这边是可以的，是吗？ OK 的是吗？ OK， 好，谢谢您啊。谢谢。